关于巴以冲突，董勋部长指出，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不满。中方和绝大多数国家一直积极推动停火止战，希望美方用实际行动展现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，摒弃双重标准，为地区重回和平发挥积极作用。